简单教大家画个粽子，祝大家端午安康哦。首先画一个三角形，确定粽子的基本形状，在粽子下面加一片粽叶，然后画出蛋黄位置，稍微细画一下一个形就齐好啦。第一，点赞收藏卡，上车学重点啦。擦浅铅笔稿，用棕黄色画出蛋黄，用橙黄色画出蛋黄暗面，用棕色加深粽子暗面，简单区分一下明暗，画出体积，用浅粉叠加棕黄，画出肉的亮面，红棕色加深，画出肉的暗面纹理细节，这样肉的质感就出来啦。黄棕色整体加深粽子颜色，画一些米粒间的深色缝隙，用红棕加深粽子暗面颜色，粽子就完成了。接着用橄榄绿给粽叶上个底色，深灰色加深粽叶暗面，浅绿色压粽叶噪点，橄榄绿画出叶子纹理，深灰色叠加浅灰画出粽叶投影，最后点上一些灵魂高光，完成。